没错，就是这样，反正都稳了嘛，对不对？欧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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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反正我都要配火屋了嘛，我就干脆这样打好了。早上起来再看王什么乱讲话。等一下，我们要计时，5分18秒。不是5分18秒，3点19分。哎、欸，这节目在画完龟文经，我到鬼。3:19，来了哈。哎、欸，那个呢？干，真的要带着木妹啊？不然会被他搞死啊！因为他可能会有断心的恶意，我为了避免断心恶意出现，我带这只是应该是妥妥的。我要加快我的速度了。嗯，哎，老大好像不太对，应该会死哎。应该会死哎，你刚没有看好你的那个，对，我刚真的没看好。刚好西三城再来玩这一招吧，如果没有西三城，这样太快了。哦，大圣如果要快，其实是要用这种一吸一吸的打法，这种会也是一种玩法，也是一种玩法，不是属于一波爆发的，因为这关卡都不需要一波爆发。哦，除了那个，我认为风化腐蚀那边要一波啦。我认为风化腐蚀那边要。14197，我看一下下一关点点啊，跟各位报告一下啊、哦。哎、欸，你要算一下哪一关伤害比较少？14197乘0.2，2000多到下一关去，这一关直接一波带走哦。也是用数学在算，它是这样的道理。哦，三回合，我直接弄三回合给他。等一下哈、哦，这样懂我意思吗？懂我意思吗？你要算哪一个 CP 值比较高啊？那这次打比较痛啊，下一关打比较轻松啊。到下一关去磨啊，不要在这边磨。OK 了，这样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开了，无所谓了，无所谓了，无所谓，这开啊，开错字，算了，开错就开错。哦，圣达你要快，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节奏哈、哦，稳快。又要速度又稳又快，这就是关键哦，不然圣达就不用混了哈。了解啊，什么达四点乱讲，20分钟之内，3:19，3:39之前，我要把它打通关。没打过，我一抽。这怎么可能？要打20分钟？
哦，我已经下好雨了哈。几分？我想37、39分呐、啊，3:39之前，我会把它打通关。就是这个节奏，你就是快就对了。3:39快记录，对啊，一定要记录啊！这样看掉不掉？哎呀，我不是绝对，但是我蛮有把握的啦。我这队这样赌，其实有一点小小风险哦。我必须跟各位报告，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一级必杀的爆发，所以我如果赌输的话，应该是一级必杀的爆发没出来。打起来不能在这关开哦，还要在下一关才能开哦。GG， 等一下不要扰乱我，你们现在扰乱我就有用吗？我现在才不看你们的频道呢。告诉你们这个诀窍在哪边，你知道吗？来了，让你们看一下，我要怎么运用这一队，这一队我用给你们看，这一队诀窍，了解吗？这一队诀窍在这边呢、啊。这对精髓啊，精髓啊，看到没有？叠珠啊，各位！避免万一哦，我怕一波把它撸过去有点可怕，一波撸过去就可怕了。差不多 ，OK。因为这边不能一波撸过去，这边撸过去，我下一关就爆了，太危险了。哦，如果我现在转的比较好，不要意外，因为对这个压力比较没那么大。因为关键关卡就是这一关跟下一关呢、啊。黑圣队应该一样吧？黑圣队哦，没有啊，那个三鼠盾那个地方不好打，所以我才不用黑圣的、啊。他是可以啊，黑圣也是可以啊，没有不行，就是因为三鼠盾那边要看那边血最多啦，你这边耗很久。叠了个新珠啊，赶快速速解决他吧。不用到3:33，怎么可能？再见再见再见，赶快滚赶快滚！吸力几？吸力一哦。OK OK OK。
弄下去。啊，钻过去比我那个还多，我跟你讲。开，开，开，打几哦？一波全部灌下去。带走两位吧，谢谢各位。关键的关卡之一来了，之一。吸，关火屋。吸是有用的哦，吸是有用哦，注意哦，吸是有用。因为我不确定我可不可以撑到那么多回合，所以我还是做了叠珠，以防万一啊。哦，关键关键，哦，这很关键哦。哎，这一回有没有回差很多、哦？哎，有没有差非常多？再来一次，再一次应该不用了，他没机会了。我觉得现在是木妹在浪费我时间呢，爹娘，我赶快，不要再浪费我时间了，快呀、啊！能不攻击就不要攻击了，各位，因为现在你要速度。龙科脉动，不啰嗦，我怕威力不够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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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吸吸吸吸，水火没有火关，我想水火木相三组给他弄下去。三千一哦，三千一，尽量不要让他扣到你太多血，木妹叠三层或叠两层之后再说吧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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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三十三分，
他妈的，好像没有全开，缺水珠，林老师哎，意外，意外，我遇到意外了，六回合而已。34分哈，为了确保我能够一波哦，我决定把龙哥脉动击出来，34分。稳哦，稳哦，稳哦！啊，为什么在一时间？因为假如在39分之前我没有把他 KO， 对不对哦？我要抽一抽啊，各位！哦，不啰嗦了，各位一波七给我，我怕你们来不及，我先出手。谁？木，你老木嘞！我操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是什么什么鬼啊？没有木哎、欸，刚刚没有木哎、欸，我他妈亏了，你知道？想骗我七大十音来讲卡吧，七大抽卡音啊，六回而已，我跟你六回没关系，一波七，好吧，一波七，帮我刷一下，帮我刷一下，支持的刷一下，反正都稳了，就刷一下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水火木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一波七哈！没错，就是这样，反正都稳了嘛，对不对？龙科脉动，对，我看到各位的一波七了，没错。对，反正都已经对不对？就来个一波七，把他一脸灌过去，好不好？欧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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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， 哦。漂亮啊！谢谢各位，稳吧 ，OK 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记得分享给你的好朋友。订阅旁边有个铃铛，按下去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我是平民百姓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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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， 哦。